六创意健康店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环保家居及个人用品、健康产品、营养补充剂、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六创意健康店，电话2882-4848，网址www.healthshop.com.hk。欢迎收听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我是 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和最新的发现，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医生你好。 Hi， Della 好，大家好。继续我们今天那个妇女怀孕期间的经常遇到一些的问题，而可以怎样用那个同类疗剂去处理了。今天不如我们又试下讲一下呢，妇女常即是怀孕的时候都好常都出现到的一些的抽筋，妊娠抽筋的那些的问题，这样可以怎样去处理呢？是啦。咁相信大家都经历过抽筋啦，我相信冇乜人未试过抽筋啦。好多时候运动啦，游水啦，系咪游水抽筋就比较可怕啲啦。咁好多时候呢啲人瞓下觉啊，抽筋到呢就痛到呢就即刻要弹起身啊，企喺地下度嚟到踩返实佢。咁有时呢记得有啲人做按摩都会㗎。做按摩呢某啲筋呢系俾佢捽嗰时候呢会捽到痛呢会突然之间会抽筋起嚟嘅。咁所以呢抽筋系一个好常见嘅。咁但当然呢如果即系怀孕期间成日抽其实都好唔方便，都需要呢系正视同埋处理佢嘅。因为呢即系小腿抽筋可以好痛嘅，可以好长，可以好痛好攰嘅。OK， 咁通常咧啲人可能疲累啦，可能当日做得辛苦啊，行得多啊，即系呢个情况会出现噶啦。咁亦都有啲痛咧就持续几个钟头嘅，咁所以又不可以唔理佢嘅。好啦，咁喺几只疗剂里边咧，我就用一啲觉得由最常用嗰度开始同大家介绍啲疗剂吓。咁第一个疗剂咧最常用咧就系嗰、那个铜啊 ，cuprum metallicum 吓、啊，系嗰个金属铜吓、啊，即系大家知道金银铜铁石嘅铜吓。咁、呢个铜咧，通常咧系只脚嗰度抽筋吓、啊，尤其是当你嘅抽筋系脚趾嗰度特别犀利，脚板吓、脚底嗰种抽，咁同埋你小腿吓、啊這個、呢个咧就系、是、铜即系挛晒落嚟，好典型噶啦。咁呢个就第一个疗剂系铜嚟嘅。好啦，咁跟住来另外啲其他啲疗剂咧。可以考虑呢就是马钱子。OK， 马钱子通常啲人呢都系平时都系粗劳啊，做嘢做得辛苦啊，好搏杀嘅人嚟㗎。咁通常呢会嗰、那个小腿啦同埋脚底啦、啊、抽得嚟有时候呢除咗痛有时候呢一种麻痹或者系一种针刺感，系个手啊脚有啲针刺感嘅。咁当然休息呢就可以舒服啲啦，咁但呢冻呢就会差嘅。即马前子嘅人咧系怕冻 ，OK， 好搏杀啊，但自己就好怕冻噶啦。好啦，咁另外一个疗剂咧都系冻嘅疗剂，但唔怕冻嘅，系冻会舒服啲嘅啊。即个人抽筋起嚟咧，只脚好冻，好麻痹，但系咧就攞冻敷，攞冻冲佢就舒服啲嘅。咁呢个咧就系稻香啦，系 Neem Balsam。OK， 稻香系一个好常用嘅疗剂啦，譬如针刺啦，去打针啊，尤其而家流感吓，流感期间，咁啲人走去时候就去打针，打针成个手咧就痛到又肿又成，痛好耐都未好嘅。咁如果系咧嗰个患处咧就系摸落去凉嘅，唔系兴嘅，咁但系咧就攞冻敷咧，攞冰敷舒服嘅，咁又好多时候啲人咧扭亲只脚咧，都系觉得冰敷舒服啲，咁你就谂咧就系用嗰个稻香呢个疗剂噶啦。OK。好啦，跟住咧就系白藜芦啦，白藜芦咧呢种咁样嘅症状咧就系、是、小腿抽筋啦，但系咧佢暖敷同埋行路会舒服啲嘅，即系白藜芦咧，记住咧佢行嘅，通常啲人咧就踩住只脚喺底度，夹硬即系扯佢算啦，唔会中意行嘅，咁呢个咧白藜芦咧就觉得咧佢行下先舒服啲吓，咁呢个有机会用到白藜芦呢个症状啦。好啦，另外一只就苦瓜。Colocynthus 啦，咁苦瓜嗰种个痛咧，由嗰个髋关节啦 hip 嗰度开始，跟住都系放射落嗰个膝头哥啊，咁经常咧系左脚受，即系嗰个患处左脚比较多，咁咧同埋咧你要大力揿佢就会舒服啲嘅
啊，即系有啲人咧，有啲人咧就痛嗰时候你揿咧，肌肉唔得嘅，一揿就仲痛嘅。你要 stretch 佢啊，掹佢嘅。咁但系咧，苦瓜呢个症状咧，呢个疗剂咧，系通常咧系要大力按压佢，同埋暖会舒服啲吓，同埋左边比较多少少。好啦，跟住咧就黄素兴啦，吓就 Jalsimian 啦 ，Sempervirian 啊，认识同我疗法。听我哋嘅节目嘅人咧，都知道咧，黄素兴咧系一个主要用喺咩咧？感冒啊，感冒一般性嘅感冒，慢慢出现嘅，唔系嘣一声出现嗰啲感冒咧，个人晕晕重重、呕呕豆豆咧，咁呢个咧就系一个黄素兴嘅感冒时应用嘅疗剂。咁但系啦，喺孕妇抽筋咧，都可以用咧喺，有时咧你个抽筋部位咧喺前臂啊 ，forearm 吓个前臂，唔系只脚，喺个前臂呢方面嘅，咁你就可以谂系黄素兴呢个疗剂啦。好啦，跟住落嚟就系毒蝇散 ，Agaricus muscarius 毒蝇散。咁毒蝇散嘅抽筋咧，都系脚板底啦吓。咁嗰种撕裂嘅痛吓，个小腿咧系撕裂嘅痛吓。咁呢个 Agaricus 咧系一个好得意嘅情况咧，好多时候咧有成觉得有眼微调嘅，啊觉得有啲身体嘅地方咧，咁戚下戚下戚下咧，咁如果都呢个情况咧，可以试下毒蝇散吓 ，Agaricus 吓。好啦。跟住落嚟就係嗰个 carbo vegetabilis 啦，就木炭啊，木炭。咁通常呢个症状呢係嗰个 shin bone 啊，即係嗰条髌骨系咪啲人叫做即总之係嗰个腿骨啊，嗰个下腿骨嗰度呢痛喺嗰度嘅。咁当然啦，亦都会小腿脚抽筋啦，咁同埋呢就觉得好麻痹。咁当然呢这个呢就即如果你个痛系好得意啊，喺个 shin bone 嗰度痛呢，咁可以諗呢个 carbo vegetabilis 啦。咁最后呢即介绍另外一隻呢就系叫做trifolium pratensis， 系红花木粟，我嘅红花木粟 trifolium， trifolium pratensis。咁呢个好得意嘅，佢抽系抽边度呢？颈部抽筋 ,ok， 颈部嘅抽筋咁可以用呢个呢是用 trifolium pratensis， 这个呢就比较上，就当然呢个抽筋部位又好特别，好少人去抽喺颈部嘅。如果你个抽筋颈部呢，可以考虑呢、这个嗰、那个红花木粟，红花木粟。嗯，哇，咁啱啱讲过咧，就系、是、咧，即系有九种嘅疗剂咧，就系、是、关于抽筋嗰度啦。咁虽然我哋今次呢一集咧都系个系列都系话系妇女怀孕嘅期间啦，咁但系正如头先开场阿成医生都讲过啦，好多时候咧抽筋大家都会经历过啊，喺唔同嘅情况、唔同嘅环境啊，尤其是咧常做运动啊，或者系有阵时咧系固定咗一个位置之后咧，就会出现咗呢啲嘅抽筋情况咧。咁如果咧系听到个节目，佢觉得嗰个疗剂或者系个症型咧，同你嗰个嘅抽筋咧都有相似咧，唔系话净系用喺妇女怀孕嘅期间嘅，系任何情况之下咧，系有呢相同嘅症状咧都可以用得到噶啦。咁同类疗法咧就系亦都系一个咧喺对于嗰啲急性病啊嗰啲嘅时咧，好有好显著嘅功效嘅。咁所以咧，我哋大家应该系常备一啲疗剂喺度嘅时候咧，就可以即时咧出现咗症状嘅时候，可以即时应急，可以用得着佢啦。而且佢系一个系好安全嘅医疗方法吓，唔需要担心话有啲不良嘅副作用啊咁。我哋今日嘅分享都差唔多啦。如果各位有啲急切性嘅问题，可以打以下呢个电话同阿袁医生预约会诊，电话号码系25773798。如果想查询翻头先提及过嘅疗剂或者其他健康产品，可以联络六创意健康店，电话号码系2882448。在海外的听众也可以透过 Skype 同阿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可以 email 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如果想重温翻我哋嘅节目，可以上翻我哋嘅网址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翻 YouTube 搜寻自然疗法与你，就可以听翻我哋嘅节目噶啦。好，今日唔该晒袁医生。拜拜，多谢大家收听，拜拜。